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CIN 杨言杨语，我是 Kevin。今天我们很开心在这个 Discovery Green Downtown 的市中心的 Discovery Green 公园呢，为大家举行一个跳狗大赛。这个跳狗大赛非常特殊，因为是在今年这个很多的这些爱狗的人士啊，一起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机构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准备，然后他们也让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大狗啊小狗们都经过了长期的演练跟练习来参加今天的比赛。那他们今天的比赛呢，会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包括长距离的跳，也有包括跳高、跳远，通通包含在里面。他们也经过了这长期训练之后呢，这些狗狗们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今天这个演练啊，对他们这个长期的训练总算是有一个成绩出来了。那我们也看到哈，这里这么多的一些训练者跟他们主人都已经在这边为等一下的这个 competition 啊做了足够的准备了。好，谢谢大家。